呀？东方哥哥姐姐已经准备好晒啦，可以开始的啦。
魂二十周年的大日子，我们已经升级成为校友，一定要回来和母校的校长、老师和你学妹一起庆祝啦。是啊，好开心可以见到你们啊。没错，相信有这个感觉的一定不止我们两个庆祝夏少云生日，我们出席的所有校友都有礼物带来的。大家准备好没？校友进场的同时，台下的校友亦都请加入两旁的队伍，或者在你们的座位站立，一起参与大合唱吧。
就快完結了，今日個個環節能夠順利舉行，真係要多謝好多人啊！而你，樂兒，而家咧就係鳴謝，即時咧將呢個時間交俾你哋啦。首先多謝各位指令嘉賓。